前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、柔软，而且很亲肤，非常适合买回去呢。午休的时候就把它折一折，可以当午睡枕，非常舒服哦。版型呢，这边是做落肩的设计，袖子呢是像这样微微宽松，所以冬天冷的时候呢，你在家里借也没有问题，也不会看起来很胖。前面呢有做扣子，你扣起来之后，这边就形成一个大 V 领，更修饰你的脸型。在袖口呢，在下摆的部分都有做像这样子的螺纹车边，里面搭配的呢是这个 V 领的直坑条上衣。然后呢，它的下摆部分呢是做不收边，然后它有一点点的小卷边的感觉。那它的材质呢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所以穿起来也是蛮保暖的，很舒服，而且它的弹性也很好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我刚刚一穿上来呢，非常的衬我的肤色，穿起来人整个很亮，很显白。